树根呢是红豆杉，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红豆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东势林业文化园区，它位在东势高工的旁边。我这块，啊，伊内底四角角，一只卖10块，哎，你知无？我唔知。我有迄个人送我一粒，啊，买迄只我讲我足歹处理，一点物件剥袂开。这里是环湖步道，旁边都有很多艺术品，供游客欣赏。就找不到啊，现在看啊。这条湖要绕一圈呢。接下来我们走到了畜牧池。
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一个画面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个图啊？有一个以前的古时候的画家画青蛙在下雨过后，跟人家跳的青蛙。树根呢是红豆杉，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红豆杉。不行了，我走快一点的啦。